哥带我们去了一个新式学堂，那的先生讲课可有意思了。我本来打算就听一节，结果一听就停不下来，连听了三天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梁先生请假？我不敢。下不为例。明天你自己去跟梁先生道歉，至于他要怎么罚你，那我可就管不了了。娘，我能不能不跟梁先生学？我想去那个学堂上课。梁先生的学问那可是大家公认的。梁先生的学问是好，可是他落后了。落后？娘，都已经开始变法了，梁先生还在讲什么盖圣人之行藏，正不易归，子言辞欺之，而时可与之言矣。我真的听不下去了。那你想听什么？我想听新学堂的先生讲变法，讲救国。娘，快点，前面就是正义学堂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你就想来这儿上学呀？是啊，康先生正在演讲呢。康先生是谁呀？是正义学堂的山长，他可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，所有的课程他都懂，只要他上课，大家挤破了头都要去听。娘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一会儿康先生演讲完，我们大家到正口去集合。现在我们请康先生讲两句。如今世界瞬息变幻，而我们中国已身处其中，想变得变，不想变也得变，主动求变，一切尽在我们掌握，可以保国保种保将，而若是被动变法，则会被他人所束缚，让我们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。娘，这就是康先生。保国保种保教，保国保种保教，保国保种保教，变法图强，变法图强，变法图强，因循守旧，任人宰割，因循守旧，任人宰割，请社会。
个是向后，在向河边等我。当年我去上海，那些漂亮衣裳还在吗？你要它干嘛？你就帮我找出来。你去韩夫人那儿，帮我要些胭脂水粉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别管了，快去拿，快快快！你拿着。哎，怀心少爷，你娘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吧。没想到你还挺准时的。专门打扮了一番。他们是啊，我给你介绍，石泉姑娘。石美姑娘，石少爷，这谁呀？我的一位老朋友，啊，老朋友，我们认识十多年了，还不算老朋友？那墓里埋着的是谁？一个得了重病的死囚。他替你死了？我伪造王爷手谕啊，杀头的大罪啊，当然找个人当替死鬼，要不然我怎么出的来？这些年，你都去哪儿了？说来话长啊。我一出狱以后呢，就先去了日本。本来我不打算回来了，但谁知道后来我奶奶走了，王爷允许我回来奔丧。那我回来以后就遇到变法了，这种好戏我怎么可能错过？于是我干脆就留下来了。既然你活着，为什么不给我个消息？我奶奶已经走。我如果再联系你，我爹我娘都得排着队上吊去了。赵颖，现在多好，干嘛提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？不要谈。沈心怡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是在考验我？赵颖，我记得你不是那么一个无趣的人，你非要我把不好听的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吗？不好听的话？我认识你之后呢，我栽了多大的跟头，命都差点没了。我现在好不容易能有今天，虽然不能再叫沈星怡，但起码可以回家了。所以我求你，放过我，好吧？如果说我上辈子欠你，我觉得我也已经还清了，你不要再纠缠着我，老是说以前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认识我第一天起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吧？如果你能接受，大家就坐下来继续喝酒聊天；如果你接受不了，那就再也不要见了。
沈公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祈求上苍能让我早点死去，这样我就能早日和你相见了。现在我们终于见了，没想到却是这个样子。那是因为你没有死过，你不知道现在这样有多好，大家和和气气的坐下来赏赏月喝喝酒多好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不好吗？我觉得挺好。我觉得我们永远不见，这样才更好。